可能很多没听过这首歌的人，第一次看见这个歌名会觉得有点奇怪。其实它是一首唱奶奶的一首歌，可能像我们这些爷爷奶奶带大的人，会对这首歌更加的感触吧。想把它送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身边的人。这首歌有一点长。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听完吧。Thank you. 从小学三年级，不知为何，就开始和奶奶生活了。虽然爸爸妈妈就住
却从冷，就像是在等着我一样，等到我后他才更安详离去。这样一直接受奶奶照顾的我，这样还没来及报答恩情的我，这样一个从不听话不过孝顺的我，还没来得及报答亲爱的奶奶。厕所里啊，住着啊，住着啊，住着一个漂亮的女生啊，能够变成气质高贵的人，是曾经我日夜的梦啊。而今天的我依旧去努力